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 Guacamole 2。今天就继续来拯救墨西哥宇宙吧。接下来要往前冒险。话说，如果说这有什么限制吗？生命宝箱？体力恢复更快，增加体力，体力宝箱，五个东西。难道是之前那个爱心吗？就上面那个东东，左上角有爱心跟骷髅头，是那个东西吗？冥想，先继续冒险好了。接下来可以走向这边吗？跳上去那边。突然要用这个上去，有点困难的感觉。没体力了，你是谁？哇，我睡了多久？我梦见了神圣牛油果酱，我真想吃一点，不过我有点搞不清楚正确的配方，总觉得少了点特别的东西。你见过我的兄弟了吗？我们还是有那么点相似之处的。如果你找到我们之中的其他人，请你也叫醒他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相互之间传送你了。哦，他是用来传送的吗？哦，也许你还可以顺便问问他们那个秘密原料到底是什么。飞机餐。我还没有找到他的同伴。咕。竟然有会飞的奇怪生物。嘿，一下，一下，闪避，丢出去，闪避，直接解决一只。上面也有。没打到，等他飞过来好了。上面跟下面的差异是什么？下面还有一只怪物，要把怪物解决掉。哦，还有宝箱，丢，有钱。好多地方都要用这一招才上得去，但是每次都会忘记我没有二段跳。他好像要使用这招，嘿，哇，被打出去了。中，还是用这招比较快。左边跟右边下去吧，这边好像过不去。存档用，然后我要再往右边走。现在的要3500。先努力累积到3500，这里好像有什么怪物，丢丢丢，呜，好大只，这要打哪里？没有体力。单纯的跳不行吗？一般的打不到他，又被打到了。
哦，打赢他了，继续前进。这要怎么过去呢？嘘，我听见了什么声音？上面有两个人，这不是之前那个吗？啊，终于，神圣的翡翠神殿，你能闻到黑魔法的神秘气息了吗？哦，这就是那股恶臭的来源吗？一旦萨尔瓦多得到了翡翠生物，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拿到生物的。嗯，突然抢话，你是谁？然后萨尔瓦多就会和我做朋友，最好的朋友。这不是你的戏剧，娃娃。拜托，我可是不会失败的。我的黑暗君主不会得不到生物，只要我神奇的娃娃还能跳踢踏舞，五六七八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又在唱了。走掉了，好吧，娃娃，表演的时刻到了，所以他呢是娃娃。看来我们遇到敌人了，让我们找条路穿过去。找条路吗？要往下走。这有敌人，攻击攻击。要往哪边走？再继续往这边吗？左边有个宝箱耶，丢。再往下，可是那好像拿不到，太高了。那边太高了，这边好像有敌人。哦，掉下来了。这人，咦，每次都奇怪的挑不好时机，就打得到他吗？打得到，可是。就只是打得到而已。解决掉了，接下来应该是往这边，有个箱子。哦，我有3500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先学个这个。噔噔，3点了。接下来应该是往右边还是下面？好像在左下方有个问号欸。那这边又是去哪里？哦，还是走左下方好了。又被关起来了。攻击。嘿，丢呀，飞空，哎呀，要抓好时机才行。这每次都好高哦，它不能放低一点吗？接下来是往这边，下面应该没什么。这个又出现了吗？那个奇怪的图案显示出来了，上面那个，嘿嘿嘿嘿，吴安，我的老伙计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碉堡了？你呀，可能不知道。但是我呢，就是从时髦时间线来的乌艾奇沃。对，你那个时间线的乌艾奇沃呢，就是很忙的说，所以啊，他请求我们其他的奇沃们来帮你摆脱困境。他好像说了什么雕像的事，还有要给你一个什么粉粒。他
它是很时髦吗？哦，不不不不不，是法力。对对对，这就更说得通了。叫鹰什么的还是什么来着，能让你飞跃就像青蛙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像雄鹰一样翱翔，一样雕，雄鹰推进。我爱死雄鹰了，是什么东东？他是个神秘的家伙。是啊，哥们，鹰们非常酷。总之，胡安，现在也许我们能够跳得足够高，来到达翡翠神殿的入口了。雄鹰推进，雄鹰推进怎么使用？有教学吗？移动到钩尖附近，箭头出现时按 Y 来释放雄鹰推进。哦，这样就上来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走向哪边？这样子就可以直接使用。这样就往上走，然后再用这个上去，之后就到这边来了。这边我要从这边回去吗？还是走右边？右边从上面走 ，V 是 Y， 只能在有箭头的时候使用吗？看一下，这个可以接这招吗？可以，拿到了三个了。然后呢？哦，多了一点那个能量，咻过来了。这样的话，技能之后就是2000块。翡翠神殿，这里有什么吗？往，继续往这边走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不是死亡线吗？接下来走这个，走这个，嘿下，嘿下，嘿，掉下去了，嘿，啊，丢出去，然后要踩到那个。然后用这个前进，然后要战斗吗？诶，还有看不到的耶，把它解决掉之后换打它。诶，这个是看得到的。哎呀，好难哦。这样还是可以打到。一下，下来吧你。诶，怎么一直打不到？嘿，下来吧。之后下一只，没有了，就这样。继续前进，应该是直接走就诶，不行。嗯，嘿下，我好像真的不太会闪避的感觉。之后是踩这个吗？嘿，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。按键有点难按，接下来往这边，又是打架，你是谁？呀呀，
那个是远距离攻击的。嘿，按钮。存档区，按钮。这里是什么？哇，看着点路。诶，你该不会是之前那个石像？诶，不是吗？虽然我觉得我严重头脑迟钝，但还是注意你们的脚下，一群鸡刚刚来过这里，而且显然他们错过了进来路上的卫生间。哦，而且他们还带着一个魔术师，我从来都不相信那些家伙。而且他们还那么爱发号施令，我挑一张牌，为什么不是你挑一张牌？不管怎么说，我跟摔跤手们没什么矛盾，我的神殿就是他的神殿。所以这边在做什么？我可以下去吧？这里有什么吗？所以就这样吗？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可是要往下走，跳，往这边吗？这边好像过不去。如果我早知道有人要来，我可能会清理一下这些黏菌，无视这一团乱就好。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哦，懂吗？一臂之力，好笑吧？啊？是他的手臂吗？天哪，真是难对付。刚刚那个是他的手臂吗？嗯？突然这样子，嘿，丢，还有吗？成功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可以显示出阶梯的这个线，然后这边是要去哪里？这个只有一段时间会显示出来。嗯，不小心又踩到了。跟着这个走，也不能太快。嘿，啊！这样子就可以了吧？然后呢？又是战斗，好多战斗。丢，继续前进，存档区，然后这样就是会自己下来。边好多地方都要挑时机的感觉。之后这里是什么？在楼上，可以等他自己下来吗？掉下来了，
挥，挥。就这样。我说这里可以上去吗？好像不行。这是往哪边走呢？这有奇怪的，原来是陷阱。呀，这里有陷阱。就可以了吧？可是如果要上去的话，好像是要从踩那个上去吗？雄鸡上勾拳，这个还真的不是很好按。快速的跳跳跳丢，好险好险！要200块了，2000块了，可以购买这个。看一下这个，它要3000多。这个的话，还是先买这个好了，先增加血量。之后有鸡，鸡在对话。怎么了吗？跑掉了，令人疑惑。突然要打架，哦，有人在讲话。哦，那一招原来是这样子，好多，好多，这样子成功。怎么了吗？突然为什么有一只鸡的头在那里？这边可以上去吗？这边是去哪里？哦，这边就往这边。然后再往这边走哦，干得漂亮，姑娘们，我们会让他们忙着对付那些骷髅的，尤其是那只大块头，他的幽默感可不太发达。但是翡翠生物哪去了？他应该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的。我知道生物没长腿，格特鲁德哦，有名字耶。我现在真的没工夫欣赏你的挖苦，歇会儿好吗？不不，对不起，我在这里承受了很多压力。如果我连一个上古生物都偷不到，我还算什么朋友呢？好主意，若雷塔、唐娜会和你一起诱拐，让我们分头负责不同的方向。但是记住了，姑娘们，让我们做的气派的烟，他能跟他们对话，好神奇哦，好神奇哦，他。这个应该先解决他。然后快跑。这样可以快速解决。这个可以敲吧？不行吗？
我好像不能敲那个方向了吗？这个要怎么做到呢？喂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？没有了吗？哦，这样就可以过来了。所以要去哪里呢？这里有一个雕像，力量就在雕像里。墙上跳是一种强大能力，它能够让你附着在墙上，然后从它们上边起跳，非常强力。这个字抖动的好严重。朝着一堵墙按，来趴在上边，按 A 往上边起跳。力量！墙上跳，试试看，这样就可以起跳了。然后这样可以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一直连续往上跳了。然后就回来这边，回到这边来了。然后我要往哪边走？哦，这样我就可以走去上，往上走吗？这是什么奇怪地方？白色和紫色的攻击无法被闪避，白色和紫色无法闪避，所以要在这里用跳的。嘿，就这样。这里应该有敌人。白色跟紫色，哎呀，成功！接下来往上走吗？先往左还是往上？不太懂。这边好像还过不去的感觉，是吗？嘿，让我抬你下去吧。这可是一个关节时刻，这样就可以下来了。关节时刻，听不懂吗？好吧，让我重新想想。这样我也可以搭这个上来，好方便。这里上来有个东西，这个能停在上面吗？好像不行吗？本来想要停在上面的，好像不行。难道是要走绕一圈这样吗？嘿，呀，掉下去了。嘿，接下来好像太远了，这样子。哎呀！真的有点远，嘿，嘿，上去，然后，啊，冲击上勾拳，我跳，哎呀，又刺到了，说是往这边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奇怪东西吧？这样就下去攻击，拿到了爱心，
这样就往那边走。咻！要躲过这个，我躲。这边的话有连发的，一下，这边还有，下去，哎，要怎么过去？呀，好难！哎呀，对吼，不能闪。丢你！呀！这种联手太过分了，两边联手，下去！呀！继续前进，跳，咻，然后啊，对吼，这边有那个，呀，不够高。难道要用这招？玩去，应该这个方诶，嘿，这个可以打通。这样就继续前进，好多地方要走的感觉。这边要，这要怎么打？站着不动，会有骨头攻击过来，好像有点困扰。要怎么做呢？我闪，哎，没闪到。我闪，一直在闪避。接下来就是你，哎呀，被打到了，攻击，这样就成功了。只要打败他就好了。接下来往这边走，咻，这里就只能用闪的，嘿下，再丢，你再丢啊。还没完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接下来，这感觉好像是什么魔王关，这个是对话的，这个不是可以把我传送的那个吗？芒果，刚刚说的什么？刚刚没仔细看。秘密配方是芒果吗？要怎么拿到这个呢？又拿到了。接下来应该是要往上，但是我想要先来这边看看，先把它打通。这边应该打通了。
话说这好像是他的人体很巨大的骨骼，应该是只要闪过他，继续前进，只要跳过，跳过去，这里有宝箱，可是有那个，再下去，再闪过，咦，他自己踢中那个。下啊！掉落的太快了，下去吧。好多要闪躲的，又慢了一步，快跑！这边啊，太上面了。这样子应该可以，然后上面跟下面差在哪里？这里可以拿到东西，思考一下，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哎呀，来不及，这样子上来之后。然后好像也不是这样，这样子上来跳跳过，然后滑下去攻击，就这样，接下来继续往这边走。呜、哦！我吓到我了，原来在下面。这里要怎么做呢？好像有什么顺序的感觉。这是在中间，这次在旁边，我闪，然后左边跟右边。边有什么呀？对，我不能闪避。这边是去哪里？我的目标到底在哪里？左边？那我刚刚应该先走右边的吧？这边。红色的炸弹又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要从那边过去吗？红色的吗？红色的是可以闪避吗？这样子。哦，直接死亡欸。这个应该可以。哎呀，又不行了。这样就上来了，呵，还有还没完，还有吗？哦，哦，真是不容易，至少拿到很多钱。
过去吧。接下来拿到了第二块，还有一块，什么东东？3000块，杀死敌人会获得更多生命值。嗯，类似回血的手段吗？嗯，可是我应该要先学什么？3000多，3000，我还可以再提升吗？好像不行哦。然后呢？这边有敌人，是要跟谁打架？哦，四只手。哎呀，被刺到了。这样还是会被打到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从背后偷偷打他。大概是这样。有3000了耶。把它学一下好了。这样算是回血手段吧。接下来跟着这个走。这里感觉好像有点难。接下来，嘿，哎呀，被刺到，哎、呀，被攻击了。嘿，我应该直接闪避就好了。呵呵呵。总觉得麻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然后呢？这边速度好快哦！这有什么吗？这是要下去，接下来又是要闯过那个，哎呀，这种速度要看速度，哦，然后左右左右吗？困扰，然后呢？这边没有了。哦，收集到2个了。接下来就继续前进。哦，看到了，是那个臭名昭彰的摔跤手格特鲁德，你是对的。哦。如果你在寻找的是传说中的圣物，那么你有坏消息了，因为会拿到它的是我。而且当我把它带回去给萨尔瓦多，我就会成为最受宠爱的一个。他在争宠吗？哦，娃娃，你拿到圣物。既然我是墨西哥宇宙的统治者，那么我需要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我就选你了。哦，萨尔瓦多，哈哈，自己在演戏吗？你真是让我受宠若惊。姑娘们，记住我的信号和我为必然会到来的这一刻写的歌，洛雷塔跟在我后面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会在得到生物之后再彩排，没有时间可浪费了。5678，哦，就这样消失了。
哦，有彩排，我真想看看他们的演出。还要多远？哦，拜拜。这里又是什么奇怪的地方？锥子掉下去吗？哦，差一点连他也掉下去了。又是有龙眼跟没龙眼的情况啊！一下，现在没什么空，我现在没空，我现在没空。有龙眼跟没龙眼，跳！然后再往这边走，哎呀，太快了！不到，哎呀，哎呀，应该是这样。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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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这条路好长，这条路怎么那么长？一下，哦。要继续走，还要继续走。哎呀，好难！等待，之后这里准备往下。咻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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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冲冲冲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哦，我这里可以走。好，好，好。好紧张了一下，想要过去那边，再来这边。哎，雄鸡上钩犬又失灵了。这边有什么吗？目的地在这边，这有个快速升上去的是什么？存档的，那下面呢？左边又是什么？哇，好多骷髅头，这也太多了吧！等等，我一直想尝试个东西，走开吧，盘踞者们！哦，哈哈哈，这不是刚刚？哦，这可真是敢！我刚刚可是不怕他们的，或者我应该说，我刚刚步踏了他们，哈哈哈。你不笑也没关系，反正我自己觉得好笑就行了。嗯，那边好像是正确道路，是吗？这里有宝箱，这里有存档的，跳，嘿下嘿下嘿下。接下来走这边，然后要怎么做呢？哎，好快哦！哎呀，如果反过来呢？
这样子。哦，之后好像很难抉择。嗯，跳，没有中，嘿呀，哦，为了拿这些东西，真是辛苦，一切都是为了钱，还拿到了个服装，接下来应该就往这边走，没错吧？哦，你要踩我吗？嘿嘿，只是开玩笑啦。刚吓到你了吧？奇妙的人。接下来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好像闻起来有跳舞和廉价古龙水的味道。我们一定快到了。这边吗？跳舞和廉价古龙水。这边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找到翡翠圣物，这边哦，是谁？哎，他会讲话，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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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彩排后的后果吗？是我。这是彩排后的舞台吗？娃娃先生干得很漂亮，姑娘们，唐娜，记住是走走左走，不是走左走走。洛雷塔，我喜欢你的热心，但是你应该在两个汉那里加入，而不是两个那里。格特鲁德，你做得很完美。现在休息一会，是时候向这个摔跤手展示点技巧了。那战斗吗？战斗要开始了，我要怎么打赢他呢？哎呀，他竟然会射击！我被自己刺到了，我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没事了。又是鸡，没有中。哦，好大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变成在闪躲吗？这只能一直闪躲吗？一直被打，有爱心，不然他也会撞到。想打不到他，哎呀！
又是这个。这是瞄准我过来的吗？跳舞，跳舞，咕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多。丢鸡了，又丢鸡呀！跑掉了，又被刺到了，又是丢鸡。成功了吗？就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做一位魔法师是多么无理的事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当你们这些蠢蛋正忙着痛打我的时候，哦，被他拿走了吗？格特鲁德偷走了珍贵的生物，就这样吗？再见了，呆子们，就这样跑掉了，跑掉了吗？就这样，可以这样吗？太过分了，我的努力白费了吗？别那么忧郁，哥们，那家伙拿着的是个假货，我只是受不了魔术师，他们都是可疑的家伙，所以也许你不会被我的笑话逗乐，也许你甚至还冷哼和白眼了几回，这都不是事，至少你很诚实。你赢得了真正的圣物，我会让你通过的。真正的圣物在他的脚下吗？可好小哦，这就尴尬了，我好像卡住了，只是死后僵直发作了而已，过几个小时就会好了，应该吧。应该，我们可延误不起旅人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我会把小鸡的力量传授给你，愿它能在你的使命中帮助到你。不要害怕，呵呵。小鸡力量，呵呵，这什么东东？啄食真理和正义的鼓励吧，也许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来变成小鸡哦，小鸡可以变小鸡，好小只。我是小鸡，我是小鸡，这就是它了，翡翠生物，拿到了，怎么了吗？好像很开心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再次合力，萨尔瓦多，你小心点，这样子回到议会，这边好像可以直接过去。话说这个跑好快哦，这也就是存档点。小鸡有什么特殊力量吗？好像原本的技能都不能用了。看一下，难道有什么是小鸡特殊的？接下来先努力存钱好了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，如果呢想对我说话，可以在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